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3年6月23日，热刺补强防线线新目标。宁记罗马诺报道，热刺有意得到赋闲后卫阿达拉比奥约。罗马诺表示，阿达拉比奥约已经决定离开赋闲，因此他成为了热刺关注的新中间人选之一。利华古逊后卫艾特文塔素巴是热刺中间引援的头号目标，双方的谈判将在未来几天进行。阿达拉比奥约与赋闲的合同将在2024年到期。谢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，感谢你的支持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